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接下来再继续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打赢啦，因为他们应该是想要就是帮哲平打到赢为止哦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录了两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真的很精彩哎，就是这边的话，如果忍冬梦哥哥还是继续在的话，感觉应该就特别更有机会了啊，我是一定会死了啦，那就没什么好说了。忍冬梦哥哥应该就是撑住的话，后面就是直接灌下去，搞不好应该就可以，我觉得。目前来说，我们这一次目标就是看到那个残心娃娃了。我觉得后面那个真的也是蛮扯的。后面那个妹妹到底怎么样？一堆爸爸妈妈在那边飞来飞去。那我现在都只知道，就是这边一开始这个板要怎么扫，就这样，然后往上，然后还有往下，这样飞过来，然后再砍一下，然后什么？哎，靠呀！那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用。不要太早把一鹤弄出来，好像就完蛋了，干完了，我还是得把一鹤弄出来了。哎，不是啊，让我看一个大招啊，老哥！哇，哎，来，就是这个招，我一定要开大招，王八蛋！我把我的输出全部打出来，有了吧？看完了，完了，有人发神经，有人在发神经了、啊，哎呦，我们这次直接看熊哥哥，好不好？白痴哦，怎么有人在发神经那边乱吐光线啊，老哥？GG 啦！哦，又是开始这个看打斗时间，好不好？交给他们了，哦，真的是万分感谢我们的这个大佬们哦。希望再摆就可以了啦，我相信应该可以。嗯，这次我有打比较久一点，大家其实血量也都很惨的，我的天啊！哎呦，哦，他们还有带那个哎、欸。带那个寒冰卷轴，又是我，各位，没错，又是我，居居，又是我掰掉了。好，来看一下啊、哦，我们刚刚是没有直接看到他们那个人，他们进来直接就是打这个雪士神的，熊熊遇见呢，啵，哦，这是雪士神，我记得那个精英模式就差不多长这个样子。麻烦，他会在吐冰块。哦，那个被爆到就完了。哇哟，里面还有这个随机时间出现的这个陷阱，到底是要闪个毛线球玩意吧？看到没？这就是忍忍啊，各位。来了，大冰块环节。哟，开炸！有哦，这一次大家都蛮稳的哦。我们这边撑住，然后准白撑住，就是残心娃娃了，跟那个妹妹了。这些东西感觉就真的要靠那个、欸，就是靠那个我们的那个选的那些技能啊，不然真的会很惨。这如果没技能的话要怎么变呢、啊、欸，血量要这么多欸，40GP欸，要求好晕眩了，冰天雪仗来啦，哦哟，技能全开，有，那就是那个冰晶再加上那个凤凰那个什么朱雀的搭配，还在狂暴暴欸，可以这样一直爆的哦！哎，不卡，好醉啊！哦不！还是其实是他安排好的。哇，好可惜耶！哇，很紧张哎！妈，光靠这个，观看这个也是紧张到一个爆炸！天哪！哎，他们每一只都可以扁，我就只有一鹤可以扁。
我是有点可怜。哦，避开就是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比精英准白还要再更恐怖哎、欸。他走避开也就发神经了，对啊。哦，小烂。他们练这些图感觉练蛮久，哎，我这一次其实我有进步，哎，我有22.4万，不错吧，各位？希望这22.4万可以帮助他们打到残星娃娃获胜。四个要带一个真的还蛮难的，尤其是那一个还是个超级拖油瓶。我现在好像把这些东西都存起来了哦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！知道了。人类世界。影分身の術。哎呦！是啊，准白这样太强了吧？好扯呢。这边好像就要先把那个大招都发出去了，因为你发出去的话，待会才其实最终回点，因为最终回合他不会让你开大招，他会锁住。这边先刮掉是比较好的。啊、来了，封住了，封住了。有哦，而且我们这一次忍中凤哥哥分数很高呢哦。哎呦，龙卷风，龙卷风，好扯！我把眼花都眼睛都快花掉了，到底怎么闪的？太神了吧！好，龙卷风，好 nice， 有哦，各位有哦，这一次感谢大伙、哦，接下来是那个妈妈爸爸区了，各位，一堆妈妈爸爸飞过来啊、哦，狂冲猛冲哦，各位，来了来了。第一下没打到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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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是技能在那边全开啊，狂开猛开啊！被捅到了，被捅到一下就要被控制了。要求哦，加油哦！火烤就是美味。哇，还在还原还旋转大家哎、欸！哇，那个妹妹在旋转大家哎、欸，也是很贵哦，妹妹。好，有海螺，海螺开得好，舒服舒服，快点快点，请他吃透视，让他死了。哇，他在这边基本上把那个技能全缴，那个能够用的这个道具全缴了。哇，待会，哇，待会那个卖技能，哇，被提现了，被提现人偶啦。哎呦呀，完了，喷掉了！哎呀，完啦，两个都喷啦！我们去看一下星辰哥哥，哇，真的很难耶！我的天哪、啊，看不到残星娃娃哎！但是刚刚大家都已经打得很精彩了，完蛋了！来来来看一下，哇，而且他们两个同时死哎！就我们那个。那个熊哥跟我们那个一起死，有不一样的那个情愫在里面哦。来喽来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次能不能看到残星娃娃。我们看到残星娃娃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，各位。那正在前往观战，怎么有点久啊？哎、欸，快点哦，我们打完了耶！完蛋了，卡住了。正在前往观战，看不到东东啦！哎呦，死定喽！卡住了，这应该是就是要下一场的 feel 了，各位，感觉是这样子了，哈哈，进不去啦，各位，完啦，两次都在这个残星娃娃的部分嘞，我不知道下一次我能不能就是在那个
再打更多的分数。哇，完蛋！